哟，欢迎来到左思花频道。活在这个时代，生活的节奏真的太紧凑了，让我们很压力的生活着，就好像我现在也很压力的生活着。但其实我们周围会出现许多很废的东西，但是废的来又好笑，可以让我们很解压，心情马上变好，不信是吧？让我们开始，我到底看了什么系列？Ben 10手表，我认得这个。变，妈的，我还有Ben 10，我的天，啊，后面是什么？后面的时候快笑死了，干！选，还要选变哪一只怪兽？达玉，好，你看看后面。还有那个 filter， what the？ 不过我比较想问这位大哥，这个Ben 10手表哪里买啊？真的好废哦。第一个就那么废了，不懂我接下来到底有多废。单身，喂，那鞋带，鸡蛋糕啊，居然能绑单身这两个字，到底是怎么绑的啊？有没有教学？因为我想绑个球字。哇，这个扫地高手一扫能扫出一个英雄出来。我就不信这位扫地高手敢在中国这样做，如果他敢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拔河，喂，你拔河就拔河，你还要这样？哇，重点还要赢了！哇哇哇，拔河就拔河了，还要边拔河边跳舞，重点最后还会赢了，而且要老是这样子打，整个变凉去。来啊来啊，拿了，而且还是第一个哎！你看给老师打，然后老师直接变凉去。为什么他一跳舞老师直接变凉？虽然这个跳舞的招式伤害不大，但是你知道吗，侮辱性极强。当我跟家人聊天时连续提到两次同个女同学的名字，我妈。你们的妈妈有没有这样，当你一直提你同学哦，她的样子哦就是这样的。哎，不过我每次跟我妈妈提的都是男同学，然后妈妈也这样。Fuck！ 哎呦呦呦呦，我兄弟呦呦呦呦呦呦呦儿园，我还第一次看这个哎，呦呦呦呦儿园。如果我以后的小孩读这间呦呦呦呦儿园，他长大应该是个嘻哈歌手，因为他从小就培养了。哎，弟弟，你读哪里呀？我读呦呦呦呦呦儿园呦，嘻哈教育从幼儿学起。哇，那个风样子吹来，我觉得需要帮他配上一个 BGM。他到底是在忙什么？来，帮他配一个 BGM 一下 ，Go！ 啊，这样子才比较适合吗？不过其实他是在忙什么？你就是漫威里的上期，还是你是上期不接下期啊？这是一个许愿卡，姓名刘永杰，他的祈愿文，我希望黄美嘉，哇，他已经写错两次，考育最后一名。对，为什么你要诅咒人家最后一名啦？啊，这个不是那个许愿卡吗？结果这位永杰同学居然想他的朋友考试最后一名，不是，是考育。不过永杰看来很勇哦。啊，哆啦 A 梦的真人版，哇，大雄真的很像哎，可爱，我喜欢。可是他没有比较呆的样子哦，不过还是合格。喂，金翔不错，金翔很可爱又漂亮，让我很想看他洗澡。
没有没有，那个是大雄做的，大雄做的。虽然以前看漫画的时候看到静香洗澡，那个舌头会舔一下。这个应该是哆啦 A 梦里面的老师或者校长，不过蛮像的啦。你看他的发型，还有他的样子，合格合格。大雄的爸爸稍微帅了一点啊，应该再胖一点才像样，有点太过帅了。小夫，哇，小夫的头发还真的是这样的嘞。OK， 嘴唇有点像，眼睛不可以啦，合格合格。可是哇，真人版的小夫还蛮帅的哦。胖虎，哇，胖虎就真的很像像像。那个眼睛、脸庞真的是肿。这是什么？这只猫是要吓死谁？这个我有点接受不到啊！它是被车碾到吗？这个是什么？然后它那个猫咚咚咚咚咚咚追！这两只猫是三小，哆啦 A 梦是要吓死谁啊？我觉得他们这两只猫是被车撞到吗？这个不是哆啦 A 梦，这个是哆啦 A 梦。光能力。万一讲有一天，咱老伙烧厝啊，我甲爸爸拢伫个厝内底，我就通好出来。你会先救爸爸，还是先救我？情绪勒索，怎么办呢？我会先救你。这个真的是神回复。冷静的男人有前途，我还以为他要说什么。那个前面酝酿那么久，如果我跟人家爸爸借火给你，你要先救谁？我先救火。二加一等于，这个会下地狱啊！那个三，不过我也不应该笑人，我自己应该是无限 infinity 的符号，精神病院。158皮卡丘小火龙小智的幻想症又发作了哦，为什么我看了这张图有点想哭啊？其实这个图在表示小智其实是精神病患者，你看他把现实中的动物幻想成宝可梦，然后想抓他们。哇，突然间好伤感。他要算他的未来老婆是什么呢？是母老虎。是母老虎，而且它转了两次哦，所以会有两个哦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这个男的一定跑得快，跑得快。你们听得出这个是什么的声音吗？我的脑自动播放这个声音，音乐就是这个。请不要玩弄食物好吗？哦，这个世界果然好多很废的东西啊。还是好笑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的我到底看了什么的系列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追踪我 IG 哦。我们下期见。